慈济人接案的啦，开始陪伴抚慰，这一陪伴抚慰路很长，他们耐心爱心去陪伴他，这不就是无常？顿时之间呐、啊，不就是心灵跟身体就如陷入地狱吗？天下慈济人行菩萨道，不也都是用天下父母心吗？我们在疼惜长辈，不也都是天下子女情吗？这种天下一家亲啊，就是菩萨。各位菩萨，我们真正的要把握时间，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用，菩萨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，那就是生命来得有价值。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转业为事，转事为智，智慧永恒啊。把我们的习惯养成了呢，助人为快乐，生命呢在人生中就是价值，是人苦难众生中的生命的贵人。